啱啱有位姊妹咧就分享佢哋教会咧个牧师咧系即系开始有按手祈祷啊，咁我都话呢个非常好消息。咁我都想讲一讲啊，到底即系纯系按手祈祷同埋喺按手祈祷带嚟复兴有乜嘢分别？即系我想加一点落去啊，因为咧当人知道。所經歷嘅係乜嘢，同埋唔知道佢哋可以繼續經歷聖靈，即係佢冇呢個知覺性，知道咧係我哋可以繼續經歷聖靈，繼續可以有能力傳福音啊，為人祈禱啊，即係個個人都有，個個人都可以有呢個恩賜能力嘅。耶穌講到咧，信嘅人都有神蹟隨着佢哋，就係奉我名趕鬼，同埋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呢啲系耶稣讲到我哋可以有嘅权柄嚟嘅。咁呢、这个权柄有咩好处呢？咁就喺马可福音16:20嗰度讲到，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嘅道，就系、是、咧叫人知道啊，即系话我哋帮人经历圣灵之后，可以带佢哋信耶稣，证实所传嘅道，证实圣经系神嘅说话，让人有心去跟从神。咁咧就即系呢个知觉性啊，知觉性即系神嘅同在可以加强几样嘅知觉。第一就系神嘅同在可以加强，第二咧就系基督徒系有权柄同埋有能力，同埋可以有不同嘅恩赐喺圣灵中运作。咁当人知道呢样嘢嘅时候咧，并且去运作嘅时候咧，就会帮助佢嘅侍奉。嗱，我知道好多人咧，佢哋啲人经历圣灵都冇问佢有咩经历嘅，咁有时咧就系见到佢好强烈经历咧，佢哋就先会去讲嘅。咁佢讲嘅时候咧，就未必话啊，而家咧就圣灵工作，因为我都见过好多好多人咧为人祈祷嘅。咁佢哋只系乜嘢咧？譬如有啲人好感动咁喊啦，咁佢哋会即系佢哋都会讲话啊，神安慰你，你俾神继续医治啦，咁样，咁佢哋就睇到有时有啲人咧，即系真系会喊啊，会感动啊，会安慰啊，即系佢会睇到啊，因为当嗰啲强烈嘅时候，即系强烈嗰啲咧，嗰啲人就知道啦，啊，圣灵工作可以咁嘅，咁亦都有啲系有喜乐嘅灵啊，充满喜乐啊，或者系跌喺地上啊，感受到神嘅平安啊，即系嗰人会感受到，但系咧就。变咗咧，系有一部分人咧系知觉呢样嘢啊，有好多人唔知觉呢样嘢，即系佢哋有经历圣灵，但佢唔知觉，冇留意。咁嘅时候咧，嗰个发挥就唔系去到最大啊。咁而神俾我嘅感动系点样咧？我为人祈祷咧，我就会问佢啦。喺祈祷嘅时候，你有冇咩经历或者感受？咁点解我加上？点解加上呢、这个？经历咧，因为咧有啲人咧，因为喺呢个属灵四定律嘅传福音方法咧，佢哋其中一点咧讲到就系、是、带人信耶稣唔系靠感觉，因为有时有啲人今日开心咁啊，觉得神啊爱我，今日唔开心神就唔爱我，咁呢、这个即系被感觉影响啊，咁呢样嘢系唔好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圣灵系可以经历啊嘛，圣经讲到譬如话。好多人就因为经历医治啊、赶鬼啊、嗰、那个格拉森嘅人咧，嗰啲邪灵赶出嚟，佢就去到周围底加波利，即系10个城市咁解嘅嗰个底加波利嘅名啊，Decapolis 就系 Deca 就十咁解嘅，10个城市四围去传福音啊，讲到耶稣为佢所做嘅事啊，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好多犹太人都信咗耶稣啊，咁呢啲都系即系。经历神咧系带嚟改变，咁譬如保罗都系因为佢见到耶稣，所以咧佢就好大嘅改变。咁呢啲都系即系话神系可以经历嘅，并且经历会改变人。咁而经历包括感受，即系经历可以包括平安、喜乐啊、爱啊呢啲。咁样咧，所以咧我哋问人有冇咩，即系我就会咁样补充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唔知得讲咩叫经历啊嘛，咁我要问佢你刚才喺祈祷时你有冇咩？经历或者感受，咁佢话有嘅时候咧，我就话嗱，神咧临到你身上，神咧祝福你，系神咧好想
提升你的生命，那你想不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啊？你想不想你整个生命被神去祝福啊？那他说愿意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释福音和带他信耶稣了。那的时候呢，就他的经历可以成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就帮他看到他是经历到神的工作。那我也都会告诉他了，你经历到呢，就是代表呢第日你都可以有圣灵的能力为人祈祷、哦、即是即时给他知道他所经历的是圣经所讲的神应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工作。那而对于基督徒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听了，就是说呢你祈祷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他说有，那呢我们就告诉他听了，这个就是神临在你身上去祝福你，那你多亲近神呢，你都可以有圣灵的能力，当你同神有亲密关系，又处理生命的时候呢，你整个生命就会提升了。咁呢就话俾佢听，你可以俾神大大使用，你去多啲操练互相按手祈祷啦。首先就多亲近神啦，然后多去操练互相按手祈祷。咁呢而发觉真係感受到能力呢，就即係话神呢将呢个能力赐俾你，你有更大嘅神嘅同在，你就去使用啦。咁即係话当人知觉圣灵充满同埋按手祈祷带嚟嘅益处呢，他就会进步啊！这个就是个益处了。个益处呢，就是说人会知觉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权柄，那他呢就会去继续去发挥。而因为原因呢，因为有很多人经历圣灵未必很强烈的，有时有些很强烈，但有时有些人呢不是很强烈。那为什么有些人很强烈呢？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很大的忧伤啊，他里面有很多忧郁，那那些人祈祷呢就很容易大喊的。但有些人呢，他不是有什么大的忧郁呢，他未必会喊的。有些人有邪灵，那也都很大的彰显啦，那但不是个人都有很大的彰显的。那有就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那但是呢，是大部分的人呢是经历平安、轻省、感动啊，或者喜乐啊、爱啊，这些呢内在的经历啊。咁呢啲呢係都係可以，即係当人知觉嘅时候呢，就会帮佢继续亲近神，继续知道我可以有神嘅能力。咁呢个需要问先会知道嘅。咁所以我嘅重点呢，就係话第一可以询问，第二呢俾佢知觉佢所经历嘅係圣灵工作，佢多亲近神，佢会带住能力祝福人，呢、这个就係嗰个目的啊，等佢知道佢可以带住神嘅能力去祝福人，佢可以大大被神使用。咁嘅时候呢，嗰、那个按手祈祷就有一个长远嘅果效啦。嗱，譬如唔出声唔问佢，咁佢祈祷舒服咗，咁佢就会话几好啊，舒服咗。咁有啲人呢真係呢係唔会去諗㗎喎。佢唔会諗咁按手祈祷会舒服咗喎，咁咪好囉。咁第四又叫牧师为佢按手。即係佢只係有一样嘢就係牧师又为我按手祈祷。佢只係有呢样改变。譬如嗰时我当我经历圣灵嘅时候咧，我系即时带一啲弟兄姊妹喺我哋教会，即时带佢哋去呢个安卡罗嘅聚会，因为佢有连续几日噶嘛。咁咧就有啲人咧，佢有经历过，咁佢后来讲翻就话，咁我跌低咯，咁佢就系咁讲咁多，佢又冇留意到，冇留意到佢喺跌低嘅时候，佢有经历啲乜嘢，佢冇留意到。佢亦都唔觉得係乜嘢，我哋分享几多呢，佢都冇去思想啊。咁即係话呢，有啲人经历咗唔代表对佢生命有益处嘅。咁所以呢我哋俾佢知觉係一样非常重要嘅事。咁点解我要咁讲呢，我主要呢就係话鼓励我哋弟兄姊妹知道我哋有呢个权柄，信嘅人必有神迹随着，可以奉耶稣名赶鬼，同埋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权柄。那而当我们使用的时候，是可以给人知道他所经历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可以祝福他并且提升他的生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个人继续提升了。譬如我们有帮过人，好像刚刚分享这位姊妹啦。那他呢就是在美国呢，就自从我跟他讲了这个按手祈祷之后呢，他就为人按手祈祷呢，
佢有不同嘅人经历圣灵咯。咁另外有一位姊妹去咗澳洲嘅，咁佢啊本来好多疾病同埋好多忧伤嘅，咁咧佢好翻之后咧，佢又喺个教会带动呢个释放医治，喺一个啊喺一间浸信会里面啊带动释放医治，系真系咧系好大嘅更新啊，对嗰个教会好大嘅更新。咁原来当我哋知觉神嘅工作嘅时候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带嚟复兴啊！呢个就系嗰个原因啊，就系即主要就系知觉圣灵会做呢个工作。OK， 好嗱，咁我以上解释咗就话喺啊呢、这个啊为人按手祈祷嘅时候，我可以点样运作，点样使用嚟到带人信耶稣，同埋帮人经历圣灵，同埋灵命更新。有冇人有问题想问啊？关于呢一点？又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哪个呢是你现在会这样做法的，就是 会去为人祈祷啦，经历圣灵啦，又会问他有什么经历，又告诉他他的经历的重要性，或者带他信耶稣，或者带他、去爱耶稣更多。有没有人有这样做啊？可不可以回应？咁有冇人为人按手祈祷咧？我哋当中可以出声啦，话俾我听。嗯，我都试过嘅。嗯哼。嗯。OK， 咁你按手祈祷有冇问人有冇咩经历啊？都有噶，我每次都有问嘅，差唔多系啊。咁佢会经历咗即时嘅平安啊，即系原本佢话我即係講緊佢自己問題，就想為呢啲問題祈禱。咁佢講嘅時候其實好騰雞啦，講有急促嘅。但係當按手祈禱之後咧，佢講嘢嘅速度就慢咗落嚟，佢個心定。然之後佢就話，佢感到咗平安，同埋感覺到諗到上帝原來咁愛佢嘅。OK， 好。感謝主，即係睇到咧，即係可以，即係點樣啊？喺聖靈中運作。咁，咁你又有冇？係。哦，你問咗嗰位姊妹先，我都想分享啊。OK， 好。咁樣你有冇話俾佢聽啊？你嘅嗱，我唔係去，即係好似。去好似去問你啊，你做咗幾多？不過我只係話咧，去俾個 checklist 大家，佢有 checklist 去 check 下啊，我哋有冇做呢樣嘢，有冇使用埋嗰樣嘅果效咧？咁我想問你咧，就係、是、你有冇跟住就話俾佢聽啊？你都可以以後俾神去祝福嘅喎，你個生命可以提升喎。咁啊，你有冇嘗試咁做啊？嗯，我有講類似嘅。就話係啦，你一親近神嘅時候咧，神就即時俾到你平安喎。咁有講唔親近人，即係親近人嘅時候，你未必係即係下下即時有平安，但係親近神就有，即係神有呢個能力。如果佢今日呢一刻俾到你，其實佢每時每刻都能夠俾到你，將來都會。我有咁。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問你嘅原因咧，即係都嗱，你而家講出嚟有啦，咁啊，其他人都聽到啦。原來咁嘅時候咧，就可以俾個人知覺，佢經歷到聖靈啊。咁我又再問多句啦。咁你有冇發覺嗰個人嘅生命之後有冇咩改變啊？有啊，跟住之後過咗，我為佢祈禱，可能之前冇人為過佢按手祈禱啊。其實佢翻咗教會好耐，但係冇人為過佢按手祈禱，或者係咁深入咁聆聽，咁我就為佢按手祈禱咗兩次啦。因為我翻即係有時間翻嗰個團契啦。咁之後佢就去洗禮咯。咁我覺得當然唔係因為我嗰兩次，但係我感覺到神係喺佢個心裏邊動工。即係只係咁短時間，但係佢翻咗好耐都冇去洗禮，翻咗可能六七年。
但是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就即刻他就决定。那我觉得是、神不停感动他的心。同埋从他的言语呢，嗰日即系嗰几次之后嘅言语咧，佢都成日感谢神啊，即系有呢啲即系好感恩嘅词语出嚟。好，感谢神。咁咧嗱，咁我都会讲一讲啦。即系先，我问你几个问题啦。咁你下一次分享咧，俾人听咧，你就可以连埋几样一齐讲晒咯。即系话啊，你问佢按手祈祷都有问佢有咩经历。咁亦都话俾佢听，佢以后可以点样改变啊？即系点样俾神使用祝福？咁咧，然后跟住咧，你又睇到佢嘅改变。咁呢个咧就会即系完整一个分享咧，啲人听到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啊，原来按手祈祷可以咁样运作啊，可以咁样运作去影响别人。咁就会知道啊，原来呢个有个目的嘅，有个目的啊，可以有咁嘅作用嘅。咁其实我自己就系、是。我睇圣经嗰度，信的人必有神的随着佢哋。咁我就睇到就系耶稣嘅心，就系想所有信嘅人都有呢个神迹随着佢哋，就有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即系话呢样嘢会持续落去嘅，一路持续落去。而呢样嘢持续落去，就一定人系知道有嗰个价值，就系、是、咧证实所传嘅道系有价值嘅，有果效嘅，会带嚟祝福帮助嘅。咁人就会啊。跟住去做啦，即系呢个就系我从呢个经文啊，从释经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佢哋，同埋咧啊用神迹随着神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嘅道，系话俾我哋听，按手祈祷同埋为人赶邪灵可以带嚟嘅果效，而我哋知觉嘅时候可以带嚟嘅益处，咁我就由呢度咧去发挥出嚟咯。OK，牧师，我听漏咗住呢个点，第一点就系问。问对方有咩经历同感受啦。第二点就系可以话俾佢听，之后可以点改变啦，点样被神大大使用啦。咁第三点系咩？佢可以啊，都可以喺圣灵中运作嗱，即系佢自己将来都可以俾神使用去为人按手祈祷。咁如果你话咁多点咧，我就逐点由头讲起吓。其实第一点，我哋。为他按手祈祷之前都告诉他神是可以经历的，你想不想经历神的祝福帮助，你的问题神可以帮助你的，那他愿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呢你就整个心灵好感激神。那有些人不明白什么叫心灵，但是呢用欢喜可能他会明白一点，就是说譬如好像你想象你有一个朋友冇见咗好多年，忽然间喺街嗰度见到，哇！啊，原来系你啊，咁即时有一种兴奋啦。譬如尤其呢个朋友系佢好中意嘅朋友，但系咧就失咗联络好多年啦，忽然间喺街度见到，佢会好兴奋啦。咁我哋谂到神系咁大祝福我哋嘅心就有一种欢欣、喜乐、开心、中意神。如果世上有人对我哋好，我哋都会感激佢，中意佢，何况神可以咁多嘢祝福我哋，你就成个心灵欢喜神，感激神，中意神，咁呢啲咧，呢几样啊，感激、欢喜、欢喜就系中意啦，即系亦都好想佢临到我哋身上，咁呢啲咧都系即系会帮我哋更加强烈嘅经历嘅。咁然后咧就祈祷完之后咧就话，请你继续黑埋眼，请问你祈祷时有冇咩经历？咁佢话有嘅时候咧，我哋就话俾佢听啦。啊，圣经嘅经文有讲到，耶稣话佢将佢平安赐俾我哋，即系经历圣灵，包括可以有平安啦，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得到安息。有啲人话，咁呢个耶稣讲啊，唔系圣灵噶，唔系话圣灵。但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即是耶稣带给我们的工作，也都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医好伤心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或者是喜乐由代替悲哀，即是这些不同的工作，或者是医治医好因为心灵医治，医好伤心的人，还有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还有可以奉耶稣名赶鬼，这些都是圣经讲到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即是说圣灵有临在你身上祝福你啦。咁咧就耶稣咁好，你想唔想继续得到佢祝福啊？咁就可以带佢信耶稣，或者带佢爱耶稣，
亦都话俾佢，譬如佢信咗耶稣嘅，就带佢去感激耶稣、爱耶稣，整个生命跟从耶稣，佢亦都将来被训练多从神有亲密关系，并且咧处理生命咧，佢可以为人按手祈祷嘅，咁亦都可以有呢个能力嘅。咁你想唔想受训练咧？咁就呢个经历开始去到就话，你想将来被训练，你都可以带好多人经历圣灵同埋信耶稣或者生命改变嘅。咁咧就会人就会睇到原来咧个个基督徒都可以有呢个权柄恩赐能力去。大大的祝福人，让人经历到神的真实工作。因为这样，因为让人知道神是真实的，这个 是更加有说服性的。因为很多人只是觉得，即是他说圣经是2000年之前的耶稣，他做了这些事情，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呢都，即是他就说你可以去天堂，他不懂得说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神的工作，我们就让他经历到，他知道神真是活着的。亦都咧有啲时候系好强烈嘅经历，咁就证明神嘅同在唔系好似心理作用啊，即系譬如赶邪灵嗰啲，真系好明显、好明显嘅。有啲人揾嗰啲异教嗰啲道士啊去赶邪灵咧，系好论尽好多仪式，并且咧有啲鬼佢哋系赶唔走嘅。我试过上网睇过有啲道士咧，即系以前系道士，而家信耶稣啦。佢话咧，佢揾佢师傅，佢师傅话：如果嗰啲好劲、好劲嗰啲唔得啦，咁你就走啦。真系好搞笑，咁佢觉得好搞笑，点解个最后系走，即系有啲赶唔到嘅。咁但系咧，耶稣奉耶稣名系乜嘢邪灵都赶到，咁俾佢睇到系神系唔系心理作用，系真系好真实嘅工作。咁让佢知道我哋所经历呢个神系一个活神，系真系能够真实祝福我哋。咁呢个就一连串嘅可以做嘅嘢啦。咁跟住之后就训练佢啊，咁样提升佢啊。带住佢一齐为人按手祈祷啊！即系首先佢处理生命啦，俾佢睇下我哋按手祈祷，然后带住佢将来咧为人按手祈祷。呢个一连串嘅动作可以提升人嘅灵命，同埋咧带人信耶稣。OK， 呢度有冇问题啊？关于啱啱我讲呢个程序，咁呢个咧喺经历圣灵报道法嗰度有讲嘅。咁我有即系你网上揾经历圣灵报道法，你会睇到我有。不同的影片讲到这件事的，那就而讲到即是帮人的灵命更新啊，训练人按手祈祷啊，那那些呢就在我不同的教导有，那就是大家可以会看到的。那经历圣灵报道法我都有讲到，但我因为有不同的次数讲啊，所以我不记得几时哪一次有讲到这样。OK， 有没有人有问题？即是关于以上我所讲的程序啊，或者个方法啊，是不是已经明白啊 ？OK， 是不是 ？OK， 唔该。OK， 好。嗱，即先有一位姊妹想分享的。系叶牧师。系，你好。先你问话，即系有冇为人按手祈个土，即系有咩，即系对方有咩经历系咪？系。其实我好多时咧就冇按手嘅，我就咁为佢祈祷嘅啫。但系有啲都有按手，咁佢哋通常咧都会喊啦，但系喊就系饮泣嗰啲啦，即系或者。有瞓低啦，或者觉得好轻散啦。咁之后咧，我都有即系学你咁样去，即系问佢哋啦，有咩感觉啦？就好多时佢哋系觉得系好释放，轻松咗好多。咁有啲系我都唔知佢咩病嘅，咁佢个。譬如佢失眠，好多時啲人失眠咧，我為佢哋禱告咧，佢哋就話即係會瞓得到噶啦。嗯哼，有啲係我都唔知佢失眠好耐嘅，佢就慢慢好翻，就冇失眠啦。嗯哼，咁有啲係即係我即係感受到或者從神領受到佢裡面係有啲咩，譬如佢有憂傷啊，
有担忧啊，有恐惧啊呢一类嘅情绪咧，咁我为佢哋祈完祷咧，咁佢哋就即系我求主帮佢哋一一拎走咧，咁佢哋之后就话觉得即系系即时系觉得好咗好多个人，嗯哼，吓、啊。就係咁啦。咁我好深印象有一次咧，就係、是有一次跟你去即係內地去服侍咧。咁為一個傳道同埋佢太太，因為佢哋參加唔到聚會咧，就佢太太即係兩個都即係為一為佢哋祈禱，佢哋即係。即係瞓低咗啦，咁跟住，咁我就等咗一陣啦，等佢哋即係享受一下即係聖靈嘅工作先啦，跟住就問佢哋咧，咁佢太太就話佢聞到好香好香，嗰、那個香氣咧好似即係從來冇喺世上面聞過，即係好幽，即係好清香啊！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呢一個係耶穌嘅香氣，咁同埋。佢之後覺得係好舒服，好舒服。咁我南傳道咧就話，就覺得之後就係好舒服啦，同埋咧係佢係有即係佢瞓低嘅時候係有少少震動咁樣咯，同埋係佢話即係感覺到好光。嗯、mm-hmm. ，咁都係之後咧就係佢哋覺得好喜樂啊，咁樣即係好輕鬆咁樣咯。嗯哼，感謝神。感謝神。大家可以上網找按手，然後葉牧師你會看到我有不同的影片，和不同的人他們見證，即是、問他們有什麼經歷的時候，他們說出他的見證，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去、看到，即是我們可以神給我這個權柄，我們怎樣使用呢，是很有幫助的。 OK， 好，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有分享？咁我哋就一齐祈祷啊吓！咁我哋今日就系讲呢样嘢先，就系、是、讲到即系按手祈祷啊，点样运作？唔系净系按咗手就算啦，点样运作？问翻佢，同埋咧之后嘅教导话俾佢听圣灵嘅工作，然后佢点样继续保持同神嘅关系？点样使用？点样咧佢嘅生命被提升，可以大大嘅被神使用去祝福多人？啊！呢个就是经历圣灵对于侍奉的帮助啊！即是话原来好多人都可以咁样为人按手祈祷，成为一种侍奉，并且咧系有啲人佢想侍奉神，或者全职侍奉，但系冇胆量，觉得自己咧果效唔强，只系睇佢自己讲道嘅果效啦。当然讲道我哋系需要学习去点样进步，能够讲得更加好嘅呢方面，我都愿意训练人嘅。咁但系除咗讲道之外咧，教导啊、辅导啊，帮佢点样处理生命啊，亦都系喺圣灵中运作，为人按手祈祷咧，个果效系好唔同嘅。因为当人咧经历到圣灵嘅时候咧，我哋带佢信主或者带佢爱主咧，佢系更加愿意啊。所以咧，当我经历圣灵之后咧，我系唔会想翻转头去翻传统嘅方式，单系用言语嚟到侍奉嘅。我是一定会加上按手祈祷，或者叫他自己投入爱神都有分别的，他自己投入爱神都一样有分别。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我会这样的，我会带领一些人，譬如有些比较传统的教会，我就带领他爱慕神，我一路弹琴啊，或者就一路唱歌啊，赞美神啊，爱神啊，跟着投入。然后呢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经历，都有很多人说觉得很平安很轻省。咁咧，我就话嗱，呢、这个咧就系我哋更加同神有密切嘅关系。嗱，佢哋嚟讲，你讲话神强烈嘅同在，可能佢哋都未必接受啊。但系我哋话同神有更好嘅关系，神更大嘅祝福，赐俾我哋平安、喜乐、轻省，又更新我哋嘅生命。咁你想唔想继续系咁咧？继续咁，你就多投入爱慕神啦。所以呢个方式咧，就算喺传统教会都用得着嘅，但系咧就少咗按手嗰 part 啦。就除非那个教会是接受按手祈祷。好，我们一起祈祷一下，一起投入放松的人，站在这里，轻轻松松享受神。
亲爱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神你系活神，你系时时同我哋一齐嘅，你系用神迹随着我哋证实所传嘅道，让我哋知道我信我哋所信嘅系一位活神，唔系净系一啲理论，唔系净系一啲教导，神系一位活着嘅神，神嘅教导亦都好奇妙嘅。我哋有神嘅教导，亦都有神嘅同在，神嘅能力，神嘅恩赐同我哋一齐。多谢天父，主帮助我哋喺圣灵中运作嚟到侍奉神，俾我哋睇到咧，每一个信嘅人都有呢个权柄去奉耶稣嘅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必有神迹随着信嘅人嘅。所以我哋就有信心，我哋可以继续俾神使用。求主施恩祝福，提升我哋嘅生命，帮助我哋同你有密切关系，全心爱你。感激你，赞美你，欢喜你，啊，享受你，同你有密切嘅关系。主啊，我哋多谢你，求主帮助我哋时时同神有密切嘅关系。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主，我紧靠你，尽我心。以我灵，主我紧靠你，以爱今终摸我心，将我紧拥抱，我只归你，属于你，我只归你。只归你，主啊，我哋挨住你，我哋紧靠你，我哋欢喜你，我哋喜悦你，我哋以你为乐。哈利路亚，神啊，你真好啊！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耶稣，神你真好啊！我哋全心感激你，全心赞美你，全心欢喜你，欢迎你，享受你，遵从你，服侍你。时时亲近你，多谢天父，有你万事足，哈利路亚！我哋享受你，求主帮助我哋，每一次祈祷都享受神，都喜悦神，以神为乐，神就将我哋心里所求嘅赐俾我哋，以神为乐，神就叫我哋成价地嘅高处，多谢天父，哦，耶稣，耶稣。我欢喜你，耶稣，我欣赏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深爱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深爱你。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荣耀颂赞归俾天父，荣耀颂赞归俾天父。神你真美好啊，神真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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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对我真好，我真爱主，我真爱主，我真爱主，你对我真好，主啊，你真好啊！神，你系充满慈爱，亦都充满大能。你将你嘅能力、权柄都分享俾我哋，让我哋能够有呢个权柄、能力去祝福别人。我哋多谢你，你系活神。求主你复兴不同嘅教会，因为有好多教会佢哋净系喺神嘅话语中运作，佢哋冇使用圣灵嘅大能嘅运作，冇喺圣灵嘅大能中去侍奉。求主帮助他们看到这个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兵器、啊、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兵器，可以带人信耶稣，叫人呢经历到神的安慰、医治、释放，带他们信耶稣，并且带他们灵命更新，被神大大使用。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最大的
牧师啊，牧师，为人喂，佢有呢个能力为人按手祈祷，求主帮助我哋全心全意跟从你。多谢赞美天父，感谢赞美天父，荣耀颂赞归俾天父。神你真美好嘅，我哋全心跟从你，我哋全心跟从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神真美善，我哋全心爱你，全心倚靠你，我哋愿意俾神使用，求主帮助我哋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被神使用。我哋一生人，我哋可以咧为好多人按手祈祷，去向佢哋传福音，更新佢哋嘅灵命。我哋一生人可以有好多好多次嘅去祝福人，神一定纪念嘅。求主帮助我哋睇到带住圣灵能力嗰种潜质啊，有几大？求主施恩，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我哋献上所有，将献上我哋嘅整个生命俾神使用。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献于真爱宝贵耶稣。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我献上所有，献于真爱宝贵耶稣，我献上所有。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主祝福大家。牧师啊，牧师啊，系，师，我想分享少少。头先你喺度讲咧，即系话按手同人哋祈祷咧，即系我觉得好好咯。即系我喺你呢度课程啊，即系礼拜日啊，同埋一个松艺度学习嗰个咧，今日你不断去。嗯，今日我就跟住嚟做啦，好啊！咁我而家我教会咧好感恩喎，即系我以前我教会咧系唔讲圣灵嘅，同埋冇佢而家咧即系二月份请过两个传道咧，成个同埋即系神又同在咧，我要学咗落去配搭教会嗰啲传道一齐咧，哇！而家即系而家一日一日一都唔同喎，即系好容易就佢都唔会按手咯，同埋我要好容易去按手同人哋祈祷咯。即是可以，他们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同埋好开心啊。同埋咧，我组长咧，早期咧，我分享多少少。我早期我组长咧，唔系好多即系即系唔中意我啊咁样嘅。咁啊，佢而家咧好感恩喎，即系新年喺度动工咧，同埋到一个阿锡年喺度祈祷啊，同埋配搭嗰个传道教会嗰啲一齐去圣灵咧同在。咁啊，佢而家我同佢嗰个小组，琴日去饮茶，今日佢叫我祈祷喎，今日我就祈祷啦。祈祷咧，我就话享受神咧同在，享受神咧食物。跟住佢就话：，好啊，我都要咁样祈祷啊，享受神啊，享受神咧食物啊。即系睇到咧，新年好到咧，透过我嗰后去教会里边咧，即系而家去受，即系改变紧，嗰啲弟兄姊妹啊，做长喎。即系我觉得哈利路亚，感恩荣耀归于上帝咯。感谢天父，感谢主，你一路祝福你嘅教会。你都如果方便，你可以同你教会讲，阿叶牧师都可以嚟咧，去更多解释，同埋咧去训练，去祝福。好、因为咧，其实大家如果你自己教会系愿意接受嘅话咧，我系乐意去祝福，并且咧我系乐意义务啊，即系我唔系。即有时你可以讲啲义务先嘅，你话咧，我唔系为咗讲完费，所以嚟去讲道或者训练系可以义务嘅。即我亦都曾经喺不同教会系义务训练，都有两间教会咧系好长时间，我带领圣灵聚会系完全义务嘅。咁呢个系大家可以同你教会咁讲嘅。好啊，即我觉得好感恩咯，睇到圣灵喺度咯，按手祈祷咧，同埋咧去按手祈祷，同埋食嘢嗰时，有时小组祈祷咧，真系讲享受啊，享受神啊，享受天父赐嘅食物啊，即系佢等于睇到唔一样咯。咁啊，个个都话我生命唔一样啊，即系都系你一个课程咯，同埋你帮助我啊，上次识到嘅嗰啲嗰啲，我照住你咁样讲咧。咁啊！而家佢哋话我讲嘢都好清晰，好好听得好清晰，即系感恩咯。系啊，荣耀归于耶稣，荣耀归于主。系啊，荣耀归于赞美主。系啊，好祝福大家。